望今年买楼置业，富嘉利买豪宅不怕非议。傅嘉莉、岑杏贤等人日前就出席节目《新春开运王》的记者会 ，Kelly 表示已经向麦玲玲师傅请教咗来年的运程。少贤师傅话佢今年会多桃花，不过佢就希望将桃花用于催旺人缘同埋观众缘啊。佢爱情就好似话我其实就将今年是多桃花嘅，系啦，咁佢都建议我系摆桃花嘅今年，咁但系我希望将啲桃花系。放在一些是人員、啊、或者觀眾員方面、啊、很公平的，你將這些放在那裡，可能你本身的感情就會可能是、減卻一點，那我自己都是想是在、就是、觀眾員、啊、又或者是人員那邊加多一點。此外 Kelly 又透露師傅說他今年適合投資，問到向來喜意投資樓宇的 Kelly 是不是想購置千萬豪宅，他就說之前買的太古城都近千萬，亦會繼續物色港島區物業。 Kelly 你又怕不怕被指獲富豪贈樓啊？不怕，即是我覺得做什麼都會可能會有反對的聲音或者不好的聲音，但是就不會阻礙到自己行自己的路。我覺得、即可能真的觀眾認識我可能是這幾年間我的劇，但其實真正真想認識我的其實都知道我 model 的時候 是很多不同的、作品啊，還有我的工作啊，其實我以前公司都可以 guarantee 到我是找到多少，即再澄清我覺得不會了，所以都、不會怕他們謠言。真正顧到的自己買樓，應付到，應付到，應付到。